今日学咗咩啊？哦，预防禽流感。有乜嘢唔掂得？禽鸟同佢哋有粪便。煮餸咧？彻底煮熟家禽同蛋类先好食。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。去旅行咧？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、活禽街市同农场。翻香港咧？唔舒服就要戴口罩。即刻睇医生，话佢知行程细节。上 chp.gov.hk 睇下啦。